右边的面颊，有个痛点，我看到那个这边的云啊，这边，有个人，挂下来啊，从天上挂下来，今天呢，我看到的人比原来还肥胖一点了啊，人比原来肥胖一点啊，从天上挂下来，好像在从天上挂下来的是个他那个为什么肥胖一点呢？他左边夹了一个人，右边夹了一个人，好像，他夹了两个人啊，夹了两个人，把两个人，把两个人非要放到地上去啊，是谁呢？一个是孙悟空，一个是哪吒啊，他要把那个孙悟空和哪吒，两个人从那个天庭上放下去啊，他就，他左边抱一个哪吒，右边夹一个孙悟空。就像那一根那个挂了一根钢丝上面啊，像滑梯一样的钢丝下面，到包括挂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它放下来啊，放下来，好像放下来的位置在在香港那个海的位置上啊，好像在那香港那个应该叫维多利亚海那个啊，因为我看到眼前看到的景象是这个啊，把它放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。那个，哪吒拿着他的红缨枪了啊，孙悟空拿着金箍棒，进了那个深圳湾，不是深圳湾，那叫芜湖海关啊，然后进了内地了，然后一路往北呀，啊，一路往北狂奔，一路往北狂奔，一路往北狂奔啊，一路往北狂奔啊，他的这个终点站啊，终点站，是到那个中南海啊，他就进行再来一轮的，再来一轮的叫挑战啊，再来一轮的挑战啊，再来一轮的挑战啊。前阵子我们不是有一段时间一直讲习嘛啊，一直讲习嘛啊，那段时间习就没露面，哎，那个哪吒，和孙悟空啊，一段时间没打他了啊，他又牛了，又出来了活动了啊，今天是2020年的那个6月19号啊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1点30分。对呀、他说因为前阵子他们就是没打他啊，没整他，他又出来了，想造谣了啊，所以那两个人又追过去了啊，要去打了啊。要知道了啊，要知道了会，对，那个人经常问题是出在右边，哪没出了啊？又要开始去打了啊，又要开始去打了，又要开始去打了啊，又要开始去打了啊，又要开始去打了，又要开始去打了啊，又要开始去打了啊，那么人家好多人就希望那个一下子打掉了，就是。就掉了，哎，好像他们也没有直接把他们，打了，真的打到彻底消失，好像让他们，留在的时候有更多的你打我打你，你打我打你啊，不像人们一下子拉走了一个另外一个势力就，冒上去了，也没有让他好像那个慢慢互相消耗，然后让这个组织彻底消失掉啊，让这个组织彻底消失掉。所以他们是想的，用这个办法，用这个办法啊，反正互相一点点消磨。这个时候，我看着天上的我们讲的千军万马，千军万马继续下来啊，继续下来，继续下来啊，继续从山顶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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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啊，反正。这个战略啊，会持续到年底啊，会持续到年底啊，然后还有龙卷风啊，还有挺多的龙卷风啊，龙卷风，然后就把这个组织啊，这个政党彻底摧毁掉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这个时刻，剩下几个我看看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天上比原来肥了啊，现在慢慢又瘦下来了，因为当时是夹了两个人嘛。这个左边夹了一个，右边夹了一个，看起来比较肥胖，啊，这两个不在不被他夹到的时候，就慢慢，看上去没那么肥胖了啊。好，那我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